这个是我家地，前面是我父亲，到我家的水稻田了。这片是啊，有三亩地，就是捞那些上面漂浮的草啊，就那点的漂浮叶，之前捞过一遍了，还剩点，准备开干。 就是捞这个东西，啊，把它关到坝上，然后就等着插大爷那个插秧了。那一大片得用袋子往出拽，往出等啊，一会儿就干这个。这边上那个砖捞一捞就可以了。我今天没穿靴子啊，光脚呢，但是水不凉啊，因为得穿高跟靴啊。 喜欢我点给个双击和关注。